少社会罪恶和民族的苦难。你如果是一条大路，唱响中华民族千年的号歌，一百年前我们的先辈就用开山大斧凿出第一个新世纪的里程碑。你就是一条长河，唱响了中华五千年的号歌，百年的波澜壮阔，诞生了多少壮美的乐章。你就是一条大路，引领中华民族的征程，一百年的疯狂宇宙，我们的中国终于遍地阳春。你是一条革命的长河，封建王朝的轰然倒塌让我们看到了人民的力量。你是一条英雄的大道，武昌城头的第一声枪响唤醒了中华崛起的民族希望。从辛亥到现在，一百年就要过去了，从壬子到此时，新的一百年就要启程。前赴后继的中华儿女啊，始终把祖国的安危担在肩头，把民族复兴的理想铭记心间。从满目疮痍到花团锦簇，从凄风苦雨到烈日晴空，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无坚不摧的力量，我们看到了巍巍华夏壮丽辉煌的诗篇。侨胞们，一百多年前，在我们的华侨中间挺立起一位顶天立地扭转乾坤的伟人，是他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，是他造造了中华民国。他是谁？他就是我们海峡两岸都无比敬仰的国父孙中山。当年他为推翻满清王朝而奔走呼号，他为打倒帝国列强而披肝沥胆，无数的华人华侨不惜倾家荡产，甚至抛头颅洒热血，前赴后继，百折不挠，终于铸就了辛亥革命的辉煌。百年后的今天，我们已昂首挺胸屹立在世界的东方。我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。就让我们来重温当年国父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的讲话录音，并重唱国父纪念歌，隆重的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。请大家看前面的大屏幕。我们大家中国人，我们知道中国千年来是世界上头等的强国，我们是文明进步是一个国是几千年，但是中国属于强劲的这个时代啊，正所谓千邦进贡，万国来朝。那个时候，中国这个威名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第一的，中国是世界上头等的强国。Thank you.
醒了沉睡的东方巨人，全国各地的武装起义如火如荼，工人运动风起云涌，农民革命波澜壮阔，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三民主义，创立民国的口号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，工农兵联合起来成为摧枯拉朽的革命浪潮。下面请听当年曾经激发广大爱国志士的革命歌曲《工农兵联合起来》，这是历史的回声，永远不能忘却的歌声。